没有救，去做动产吧。他用动产改变了他。台中一位女士走不出来，整个台中大小医院医的病永远医不好。他要参加健康又走不出来，不能走路，不能开车，最后坐计程车包台中包计程车来这边包回去。但参加健完健康以后，下一次健康他竟然主动告诉我，老师，这次的健康营你允许我去一天好不好？礼拜六去，礼拜天回来。我说为什么？老师，我让你看，我走出来，我没有病了。当他第二次的健康营的时候，礼拜六早上，我看到一部私家车开进来，一进来，我人走出去，他人走出来，第二次用跑步的抱着我，老师，我走出来，我说你为什么要看老师？我老师，我证明给你看，我证明你所有教的方法是全世界最好的方法。我不用医生，我这几天天天去做动产，天天用按摩棒、站桩，我去面对自己，我的病不见了。他去挑战我站桩最高，来站不上去。我说你放松，放松，妹妹，你放松。然后放松以后站出来，还是最站这样，竟然可以挑这么高，一下子就挑到这么高。他把身上很多地方都打开了，看我。每一个动作都不一样，但是你必须去倾听身体告诉你的声音，因为每个人都不一样。
着重在这一只手跟这只脚上面，有没有？刚刚完全的忘怀的进去，进入了生命，也很会发现到，我大部分是着重在这只手、这只脚，因为我最近，因为这几个月来。为了这个房子的建构，我每个礼拜都来看他们施工，甚至我会帮他们。这边的一草一木是我一个人一直用这只小温手去拨动，结果我把这只手、这只脚弄受伤了。所以刚刚我眼睛闭着，全神的投入进去的时候，我去亲吻这只脚，我跟他说对不起，我伤害到你，我跟我身体慢慢的去说对不起，因为我没有人可以帮我忙，我只一个人默默的、孤单的走这条路。我希望身体原谅我，会好好开始照顾他。所以，如果晚上我一个人，我会在这个空间去做动禅，自己慢慢的把那个筋拉开，让他的经络、血液能够更顺畅。因为假使你参加我第一期到第四期的学员，可能看到我第一期到第四期，虽然我们从来没有做过事，那不见个灰怎样？忽然间就刚见一巴掌灰，去看我中到怎么样？我一个人在那边种完花以后，我不是走算，我是用爬的。这一手跟这只脚完全抬不起来，我是用爬的，由那边一直爬到这边来，连到浴缸都走不起来，都用爬的进去里面，拿衣服到里面去洗。我知道我把它弄受伤了，所以我在做动禅的过程当中，我会加紧让它去延展。所以你看我延展的角度都是在这只脚再压下去。动它，因为这个动禅就是说，你要眼睛闭着。我记得我在台中健康最后一期的时候，一个老先生七十几岁，走路是这样，几乎不能动。我到台中有教室。延平南路230号，开车到台中中兴大学，车子停在马路上面，我们进去里面挂牌挂牌开始运动，就是少一个人。我们坐十分钟，那个人还没到，我走到外面去，还看到那个老先生还在一步一步这样走。在最后一天，我们做动禅完了以后，我发现这个老先生竟然把行李快速拿上去。就下来说：“老师，我不往回找，往回上。啊，你老店行李放着，告诉我，我拿给你就好。”他爬上去，老师，往里走，里走，里走。你这三天你是跟我糊弄是不是？他说没有。我说为什么你现在走路？前三天是这样走路，都没有拿行李，现在拿行李拿那么多，还跟我买很多东西，这样上楼梯能给做几个背景？
他说对，我为什么这样？好，我告诉答案，他什么动作都没有做，三天什么动作都不行，就像你三周不行。最后一天动产的时候，我在地下室，我把电灯关掉，没有一个学员看到他，都不知道是谁，因为暗暗的没有看到。他就做动作，他第一个动作是，这是什么动作？是狗尿尿。他说：“老师，这个动作有没有很难看？”我说：“你的姿势太漂亮了，因为我知道你的八髎腰椎真的卡住了。”我闭上眼睛，闭着，想象你身体两个对方卡住，你去延展它。第二个动作。在做爱，对不对？是不是狗狗在做爱？我知道了，腰椎卡住了。他做很多动作，都是很奇奇怪怪的动作。当他做完了以后，拉开了。这位先生回去以后，我都不知道，因为没有联络。但是一个月后，他女儿由台南拿了一箱的水果到台北找我，老师，这箱水果是送给你，是我爸爸叫我一定要送给你，感谢你，让我老爸起死回生。我老爸本身要自杀，因为各大医院都医不好他的疾病。到那边去，他说什么动作都没有学，只学一样东西，回家。就把，因为他的客厅是这个一半大，有没有很大？很大。他的客厅够大了，有两三个沙发。他叫他的媳妇，一大家庭，他把沙发全部都丢掉，把家里面所有地毯那个毯子全部拿上来。用针缝一缝，七八件以上毯子。他说：“从今天开始，在客厅里面我不让你坐沙发。”老师告诉我们，我们的病都是那些沙发害死的。虽然有一套沙发买28万多，纯皮的，就是哦，就碎了，刚刚买不了一两个月，他才把它丢掉。后来他们大哥把他带回家，其他才把他丢掉。从此开始，他要所有媳妇、儿子、孙子，他叫他媳妇去给我买老师的音乐。什么叫老师的音乐？我当时不是放这个，我当时放的音乐是更好的，是蒙古的里曼的音乐。但是因为在台北上课，在做动产的时候，下课那一片音乐 DVD 被学员怎样干走了，打砍去，砍完全部就那个音乐真的很棒。后来他们媳妇们很多音乐在台上放，我在电话中听，我说这个差不多，那个差不多，这两三天都可以。他们从此成全家迷动产，因为他看到爸爸什么病医生都医不好，现在做动产怎样可以走路，可以爬山。事实上，我可以告诉一个答案，它叫做延展，放松的延展。来跟我说。
放松的延展。你说你在完全眼睛闭着，请听身体告诉你哪个地方卡卡，你就去怎么样放松去延展它，好不好？因为这个延展跟瑜伽的延展有类似，但瑜伽延展有一个地方是错误，它是强迫去拉，它的是，因为这个老师原来就是瑜伽老师，也是舞蹈教练，也是哲学家，他得了 M， 后来才发现到，原来他太执着，每一个舞蹈你要跟我完全怎么样，一模一样。对学生怎样？很严格，一个手势，你没有招手势，他就骂。后来他发现到，标准的姿势不代表最漂亮，大自然的姿势才是美妙，不利吗？他说，请听身体告诉你的律动，听好，请听身体告诉你的律动。你的生病是你这长期以来的生活的记忆，有没有道理？是你这长期来生活的记忆的点点滴滴，它在帮你记录怎样一点一滴，告诉你你为什么生病。也就是说，你即便不是向外祈求，而是向内怎么样探讨、寻找你的答案，我没办法帮你祝你健康，师父引进门，修行靠什么？靠自己。你要去探讨身体在告诉你那个声音哪里卡住了，你要用什么方法去面对它，去把那个结怎么样打开。我发现到这个道理以后，我认真的眼睛闭着，每天晚上回到家里面，孩子孙子都进去房间里面，我要把电灯关掉，我一个人就在我们家里面，是客厅里没有沙发，就是小孩子玩的那拼那个塑胶拼盘，我在那边有弹性，我一个人电灯关掉，就在那边怎么样做动禅。不动吧，把你的生命，把你的生命的火花点燃，接着把你身上这边所有东西都清除干净。老师放个音乐，你们自己眼睛闭着，把电灯全部关掉。你们，请听身体告诉你的声音，每一个人都不一样。你去舞出你的生命。